兔子姐姐，你见过神奇的花吗？怎么办呢？兔子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的气球飞到树上了。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蝴蝶姐姐取下一片七色花，变出了一大把气球。都是我的吗？太棒了，谢谢你蝴蝶姐姐。不客气。王子在玩遥控赛车。我的汽车烂了。小王子你怎么了？我的汽车被大象给撞坏了。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蝴蝶姐姐摘下一片七色花瓣，变出了一辆大车子。这是我的吗？谢谢你蝴蝶姐姐。外婆在路上走。哎呦我的腰啊。外婆别急，我有办法。蝴蝶姐姐摘下了一片七色花瓣。哇哦，外婆痊愈了。我的腰不疼了，谢谢你蝴蝶姐姐。不客气，蝴蝶姐姐的七色花可真神奇。蝴蝶姐姐，我要100个毛绒玩具。蝴蝶姐姐，我要一匹跑得很快的千里马。不，蝴蝶姐姐，我想变得更年轻。七色花不是这么用的。别走，我要七色花给我。请看下一集。